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，今天上午传主犯江青到庭受审。证人廖抹沙咧系出庭作证啦。向审判庭提供了他因江青点名诬陷而遭迫害的情况。江青诬陷我，是很厉害的特务，他就是无凭无据的信口喷人，我被无辜的关押了8年多，就流放劳改了3年，挨批挨揍，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无辜。你有什么话要陈述和辩护的，你现在可以讲。这可以有你们说的大量事实，那是在鸡蛋里头捡骨头，捡来捡去，说是抄他们家，打了我的旗号，是你们说的，我才知道的。通过丑化我，丑化毛泽东主席，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！毛泽东主席的妻子38年整啊，认识还不止，共患难啊！战争的时候，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，只有我一个女同志。你们躲到哪儿去了？被告人江青，你听着。我听着呢，你说吧。最高人民检察院、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反革命罪行，本法庭给了你充分的陈述和辩护时间。充分的，上次问、再三问你，你没有说的吗？给了你充分的陈述和辩护的时间，但是你回避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罪行，反而利用法庭辩论的时刻发表反革命的声明，及所谓我的一点看法，特别法庭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叫孙悟空来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111、119条的规定，现在我宣布，责令被告人江青退出法庭，等候宣判，把被告人江青押下去。你们四个人在一起谈了些什么？我前头也不知道，谈些什么，我怎么知道？他们五家搜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就看了你们这儿的材料，屡次问我这个事，我才知道。问你被搜查的时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这些话你讲过没有？是不是这样说？我记不清楚。江青，我警告你，不许你麻烦公诉人的发言。我跟你讲过了，我很尊重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政策的方针的最高人民法庭，但是不执行了，
我就是佛上打的伞，无法无天。我没有，我跟邓小平有斗争，这是事实。刚才说的话你们都记下来，但是他没有做过汉奸，我也没有听说过。怎么说我说太多了？汉奸呢，造谣吗？是谁说的？谁就是造谣，谁也就是欠个手。另一被告张春桥的态度就相反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不管你是无言扩大，或者是拒不回答，都不影响本法庭的审判。王洪文选择认罪。本县、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。我也衷心的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仲有四人帮的文胆姚文元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听见了。法庭曾经出示录音、文件等物证，又传召多位证人作供。当时舆论对审讯和判决有不同意见。判断を招いた構成、その転落は一瞬であった。毛沢東の死によって後ろ盾を失い、国家に対する犯罪者として裁判にかけられた。拷問を受けた王光美が見つめていた。後世は罪状を徹底的に否認した。判处被告人量刑死刑，犯起二年之刑。革命無罪、革命を志す者に罪はないという文革のスローガン。その後無期懲役に減刑されたものの、最後は自ら命を絶った。